放狗，只是要皮一下啊。不是啊，我射你的时候，其实你们有结界的是，如果射那个防御箭矢的，你就完全不用担心。可是他可能没有想到，啊，这样子我们队的也射不出去啊。啊，你们队的干嘛要在你的矿工去那个河矿里去射？我想说，我有射弓箭手，有弓箭手了，他打我超多。我感觉那个悠悠感觉有在身罚我。想皮哦，你一直过来，我想说，这个巧克力是针对我。没有啊，那阿汪每次都说打哈基打哈基，我说好，那我打哈基后面的悠悠。我说赶快放加速，然后马上举盾，然后赶跑。一直加速，那加速好可怕。我是加盾，很少遇到腰部哎，今天居然这样玩，嗯，刺激刺激。我觉得里面还从地底挖，我一开始跟阿发讲说，应该不用怕地底啦，小心那个上面他们隐形过来，让他们见识你的力量，然后就应该就隐形，地底就地底来了。我喜欢从地底来嘛，好，从下面来，从下面，对啊，比较不会被看到啦。以后会了，以后会了，刺激刺激刺激，多亏土司喵那个逆转。你怎么本来想挖地底的？土司喵有一次。是战神，然后发光，然后隐形跑来在我旁边，你哎，我怎么死？哎，可是你当战神，你可以五位，然后直接冲过来，然后狂挖猛挖。对啊，其实可以这样。对，嗯，对。不是，我说你想挖弟弟，我从第一阶段就在说，你想干嘛你就做啊，你就说啊。然后他一直说他自己脑袋很清楚，只是手很抖。那我就说你现在要干嘛？他就说我不知道。没有，我那一次挖地底，我有挖，然后挖到之后，我在地底迷路了，然后说那是清楚什么？还敢说自己脑袋清楚？真的啦，刺激太难受啦！哇哦，不一样了，好，来怀念一下哦。新老 PP 都来，人又多哦。哦，这张地图，这是你们都三江也都还没玩过的双核心界面。家里的核心有两个，好不好？哇，哇，好难的。四核人多的，但是核心就是一个在下，一个在上了，还行。嗯，啊，你想要了解更多吗？没关系，那个我们的。哈记会手把手的教你们，森林小屋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我没玩过，对，很好玩哦。是什么？哈记教一下，我让观众来。啊，好耶！所以刚是叫我教什么？就看一下这张的东西在哪，铁啊、红石啊，认识一下地图。好好好，那就大家都乖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观众场时间啦。刚刚真的是刺激刺激啊！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观众场，想要观众场的好不好？老样子都是八点的时候在我们的 DC， 那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来加加。那我们暑假也都有在请小帮手帮大家弄身份，哎。那如果你好早之前就留了，就可以再重新留，但不要一直留，基本上这两个月能给的都给了。如果你没有被给到，就代表你的账号怪怪的，你可能给的 ID 自己打错，我们就不说了。或者是你的以前登入过，那为什么现在要重登？有问题，都自己了解一下。双核心不容易啊，但我们人多啊。可以来玩玩。那我们七个，我们今天邀12个，给小队长留2个位置，让大家可以一起嗨。那我们的见面都是 1.16.5。相关规则也都要好好看，好吧？如果没有看的话，就会被大脚踢出。
就来准备就绪。对啊，一开始今天一开始忘了开麦，八七八七，感谢大家提醒，虽然很晚才看到。那相关规则好好看哦，没有遵守就会被大脚踢出哦。那我们就来准备啦。简单的说就是矿都是在正下方啦。嗯。那一开始基础食物的话，也可以看一下家里附近是有几块农田，可以看一下食物是可以吃的。好。然后商人的话，大家就稍微看一下要食物的啦，还是什么的见识的啊，那边稍微看一下哪边在哪里。OK， 就这样嘿。啊，没问题。好的，木头，木头在商店另一边另一侧，有个两坨木头的，这个也是会一直重生的木头。好，都清楚了吗？可以考试喽。好好好，茄子问你家里的喷水池在哪？在我头顶，我脑袋有水。零分，不知道是不是飞一下都可以看到了哦。哦，真的耶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他地图版本是写那个？地图版本，他写234，不是251吗？也矿在这里。哎、欸，是装比较前面的版本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可是有这些的一定是251啊，我有确认过。那应该是我没更新到。哦，文字问题。先当做我没更新的。拖地拖地。嗯，好厉好厉。啊，赶快可以切回来，选好职业。啊，杜比这场就不能当矿工喽，你要当以外的职业。好，战斗啦！你要射射啊，还是召唤啊，结界啊？为什么我还在外面飞？因为你不会，就说切模式。我想梦想之路应该都会知道那个模式怎么切换了，我们是不用提醒的。我不知道啊。好，这样子，哎呀，都进来了哈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两个，我跟有两个核心都可以蹲呢、欸嗯。如果是玩守护者的话，都可以侦测，都可以侦测、嗯，对，你可以站在两者之间，你也可以站在敌方家。啊，我们自己好吗？第一个书点开来，点那个绿绿的，就加入绿队。自己加，哎呦，嗯，梦想之路应该看得出绿色是什么颜色吧？嗯，这应该是黄色，我不是色盲啦。那你就点啊！我好犹豫，先点你的绿色。绿色在哪里？啊，你去红队，你去红队。你说。查看第一个物品，我刚刚讲了。啊、oh, ，sorry， 你呢？鞋子也还没哦。脑袋进水了，是不是？我进了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刚刚没有在认真听。鞋子，你在认真听啊？是我吗？第一个选择阵营，按绿色的格子。我看杜比也是。哎、欸，我不是选了吗？我看你还是你选什么颜色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选呢、啊，我有啊。第一个物品点右键，然后有一个绿绿的 VS 红红的，点绿绿的，对，这样才是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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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略微尴尬。我原来是叛徒。好扯，好扯。武侠姐姐，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一个贵族就够了吗？还是可以两只？也可以啊。对呀、啊，你们这么娇贵、欸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选择，我是个娇贵的肉体，肯定是一起，肯定是、选好，下好离手，耶、下好离手，我们要架这个盾，站他们后面就好。
因为这张地图其实是不是好像有点，我记得还不错，很强啊，又跑很快，然后又是直线很多的地方，嗯，可以架起来哦，好像可以，好多骇客、啊，那玲玲应该很会骑马、啊，我很会骑马，对啊。我很会养马啦，你很养马，那你们不是都很爱马吗？对不对？那我爱啊，茄子很爱马啊，因为挑战骑士啊。我喜欢看马，但我不会骑它。幽离子，你刚刚就是结界师了，无聊，换一个。不要不要，我腿很好玩啊！不要，你那个结界师终身结界师，你去骑马先看啦。没有，不要不要！我刚刚看那个砖块，好像我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。我刚马的职业幽离子，马的幽离子很酷，骑马的幽离子。马的职业啊，你开心就好。我喜欢骑马了，我喜欢拍马的。不进来，有一个好像是断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哇，那就没办法啦！啊，真的一直断哎、欸，那就别试了。他已经是 好一阵子了、哦，他打字了，他成功打字了。他也告诉我们一直断，他断了，他断了，他进了。这个我们也没办法解决啊，就没有办法。别登了。问中华，问网路，跟爸爸说我要升级网路。哦、问迪叔是用什么哪一家的手机网络？迪叔都用手机网络啊，强哎，手机网络，你的手机网络好猛，假的。因为他每次有电话来的时候，他就断线。哎呦，所以以后跟他敌对有没有？然后他防守，我就打给他。难怪他后来就不想玩了。哎，我直接都下好离手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那就来啊！嗨，杜比是召唤师哦。喂，哎呦，刚刚逼了，太路吧？我瞬间，我没有那个空档，哪只狗？好，十度是金砖哦。对，你现在在看 VOD 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一进来就被脱光了？大家都是要地穿，地穿，自己穿。开始挥棒，先挖矿吧。他不会过来。哇，这是有新职业，我们一定没弄错。拖地拖地，借发法。不知道那个作者在干嘛，这么久都没更新，不知道干嘛。然后呕吐怪想。对啊，我原本还想说今天作者来一定是哇新带着新地图，然后可能没有，我知道一定是因为呕吐怪有事情，所以他就想说啊，那不行，一定要本人在。那就再下一次吧。对，下次再说，下次再说。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下次。那肯定的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这里好危险哦！我刚矿工是谁？矿工阿芳。不要三颗，谢谢你。我直接给你全部。啊，拍摄不应该放这里的，对不对？没事，我有，可以，因为我可以踩得上。分你，我把它换个位置。好的，很好。丢是怎样啦、啊？在小黑身上。我还做个箱子哦。箱，对对对对对。有箱子，五岁抬头领香香。啊、这边有只马哎、欸。你可以骑啊。你不能骑，你可以骑马，你可以骑马。什么？谁说打死马？那是我们家的马。说不定。气死！气死！啊，就借过哈，这边是工作地区。工作区。哎、欸，对对对。大家先让让。哦，幽离子已经挡到了。我早就走了，我走远了。啊，心都不在我们这啊，早就走远了。不在这，不在这。唉，我在这，我就在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吗？你到底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找到了。没有人 care 你在哪。哎、嗯，我都已经准备好要工作了。你看，他准备好要工作，所以他刚刚到现在都没有工作过。他刚刚到现在都在混，混了一个小时多，终于可以工作了。是不是这样？我懂你，我懂你。
二叔叔。哎，我去挖口清居室也要被骂，为什么？好奇怪。